七公斤赛事呢，林玉婷真的好样的，转台湾都挺你啦，真的是太精彩了，对上了这个八强赛曾经在这个世锦赛击败的对手保加利亚，林玉婷你太棒了，没关系，什么委屈什么感慨，来弄底擂台上决胜负，这场比赛打得真的太精彩了。第一回合，林玉婷展出了她的左勾拳，而且利用她臂展的优势，不断的跟对手来回周旋，而且呢，靠了这个优势的部分呢，第一局呢是以3-2拿了下来。在第二局的部分呢，这个保加利亚的选手真的是很多小动作，不断的贴身啊，靠一些小动作想要取得分数。没关系，裁判的眼睛是雪亮的哈，比国际拳种还雪亮。这个部分呢，完全没有起到小便宜，所以最后林玉婷在第二回合拿下了5-0的压倒性胜利。那最后呢，整体分数算下来呢，举起手的就是我们的林玉婷了，真的不简单。可以看到第三回合林玉婷呢也是完整的占上风，5-0再次的拿下，三回合的分数直接碾压对手，成功的晋级四强，也确定林玉婷会再至少拿下一面铜牌，包含吴诗怡、昨天的陈念琴，还有现在的林玉婷，全旗项目至少会进账3面奖牌，真的不简单。所以看到虽然赛后呢，这个保加利亚选手有一点点的气氛，没有跟林玉婷握手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的证明就已经说了，他的性别是毫无争议的，全台湾都挺你继续的打下去，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林玉婷加油，也希望接下来四强赛事我们把奖牌陈设往上添加，跟陈念琴一起来挑战奥运的金牌荣耀。主播